这些味道都是以植物性的天然的这些就是成分呢去组合起来完全不加白糖完全不加就是这个糖分进去的喜乐堡呢它的这个研发的这个方向就是呢帮助现代的人能够更好的吸收营养。6月16号，短短不到2年时间了，已经创造了85000盒的销售量，余威的产品回购率高达37.87%。恭喜获得是头奖 First Prize 价值2206令吉的聪明。